呢首歌咧就係、是、寫講緊一個我自己好中意嘅吉他，即係寫俾一個我好中意嘅女吉他手嘅。咁就因為佢嘅音，因為我覺得音樂最厲害嘅地方就係可以喺你好低迷嘅時候，你可能會聽到一兩首歌，令到你咦成個人會可能喺個谷底嗰度彈翻上嚟，會反彈嘅。咁呢個女歌手就係俾到我呢一種嘅力量，所以我特別寫一首歌係想多謝佢嘅。咁呢首歌就叫做 To Ella。Yeah.